黄晓明 Angelababy 宣布离婚。28日，黄晓明 Angelababy 二人在微博宣布离婚，感恩过去所有，未来仍是家人。随后两人工作室发布声明，称他们决定和平分开，已于日前办妥相关手续，未来将共同抚养孩子。以下为工作室声明全文。杨颖女士与黄晓明先生决定和平分开，结束婚姻关系，二人已于日前办妥相关手续，未来将共同抚养孩子，陪伴孩子成长。为了保护双方家人，同时避免此事过度叨扰大众，杨颖女士与黄晓明先生及双方工作室将不再对此事另行回应。对于恶意造谣、传谣者，我们也将始终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再次感谢各位媒体和广大观众一直以来的关心与爱护。新春佳节将至，请大家谨慎出行，做好防护。祝大家春节快乐，一切顺遂。据悉，两人于2014年正式公开恋情，2015年5月27日官宣结婚，同年10月8日举行婚礼，2017年1月17日产下儿子小海绵。